位小朋友，啊，两个平时老师，今仔日咱来参加这个小学生的高年级的这个演讲，我来听是蛮有趣的，啊，嘛有人讲，以前都这个印象，恁囡仔人讲台语的比这个国中都好，小学生他比这个国中都好，啊，国中的比国中的较好嘛，啊，愈去来学生会愈乖。所以咱来看这个小朋友啊，听小朋友讲是真欢喜。我啊，因为我本身伫高中教三单部，所以我伫教学的过程中啊，感觉讲这个作文的辅导啦，吼，啊囡仔这个辅导讲，咱作文要安怎写，吼啊，譬如咱咧演讲吼，我感觉这方面较有一个，较有一个感觉，比如讲。霸凌的问题吼，咱的囡仔吼，咱的囡仔细细汉，啊讲霸凌，当时啊，咱个社会，咱做老师啊，做家长，咱拢有会挺紧张嘛，咱会跟这个跟帮忙讲咱个社会是嘛，有当时啊吼，会变成较专家啦，讲伊讲的话都是一个学者咧吼，伫研究讲啊，这个霸凌的社会家这个问题，吼，有社会学家、社会学家来看咱学校霸凌要怎解决，所以囡仔讲的。我是个人感吼，个人感觉，个人感觉较沉重一点。哎，所以讲，也是讲台语好听，吼，啊台语好听，今仔日我有发现一个，真介意听吼，因为伊写这个歌吼，到阮讲是，伊这个语文上吼，也是真好，但是伊用个囡仔迄个口气来讲，是真好。用台语好听，是毋是讲，咱个囡仔听来好听，吼，也是讲哦，咱个。咱这个语汇吼真丰富，也真好听。也是讲台风咱讲风台就好听，吼，也是讲咱讲韩讲讲啦吼，啊，日语讲啦，啊，就好听，是不是安尼就好听？就是如果咱也是有一个学生有讲到，比如讲报汉音啦、东洋嘛好啦、广播词嘛好啦吼，啊，嘛咱讲到这个四声八调嘛，八个声调，或者说实际有七个声调。这个平常去路都分音量，好，这个问题，好，我是觉得还不错。不过，如果我若要写这个歌吼，以我目前的心情是安尼啊，我甲恁啊，可能我会讲第一个吼，咱任何作作文的语言拢真好听，客话嘛好听，这个广东话嘛好听吼，台语嘛好听，甚至咱卖使讲北京话嘛好听。我讲这个作文语言话是真顺畅。因为这个语言要形成来几千年、几万年嘛，吼，啊，咱听到这个咱中南半岛来的，吼，还有这个新住民啊，伊咧讲话啊，或者新住。